行政院今日系正式宣布振兴券发放措施，含屯振兴券按到振兴商品券，按算企业生活为正式实施，会由资本实体券、电子支付、电子票子、韩国信用卡支付，会由廿四种嘅方式可选，使用嘅期限系到今年嘅12月底。实体券最少嘅免额系200元，唔系实体嘅部分，企业初期就得租换韩国商用来补贴，目前只年龄2300万嘅国民，韩国15万有几六千嘅外籍韩国中国籍朋友就两个多。疫情下底咧，对纾困转到振兴，共产党叫个振兴券总算要实施咧。行政院中枢军长每次间公布，七点拿出平台版个实体券，按名做振兴三倍券，认为那几千元就得换3000元。要好领，要好用，要好刺激，同时最温暖。所以三好一温暖，怎么好领呢？全国同胞都能领，只要你是我们国人同胞。2300万多人，加有居留权的配偶15万人都可以。行政院提出的三倍券，对今年15块时就得到要求，用1000元换3000元，免去200元有5种、500元有4种的实体券。7块时每就得到四台超商来支付，唔系纸本嘅方式，就得用电子减签、电子标准来信用卡。7块时限定流消费3000就得回馈2000。信用卡它可能直接就是2000块，那你下期的账单就直接等于刷退2000嘛，你少缴2000的卡费。那如果是电子支付的话，如果它后面是你的银行账户，它也需要直接汇2000块进去。那电子票证的话呢，我们现在也还在研发一个技术，就是说不定你可以在 ATM 提2000块的现金出来。这个振兴三倍券做得用途是从百货、超市、商店里优惠价了的回收来用，不过针对众多名路买东西、外送还有纳税天料罚单了的。天天管理风气处事，天天的表扬，数据充满空调，多数家实施就是希望带动管理观光、老经济发展，完成为有2000日元的消费。下个新闻，其中准前面日台北报道。